来吧，展示。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盒子的外表面，封面是由我们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的 logo， 包括我们校园长城的一个印刻在上面的一个画。它有六小盒格子可以放大家的首饰，大家有什么手表啊，你们的重要物件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，包括将来大家结婚或者买房子之后的一些结婚证啊，还有房产证啊，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。在这个四年期间进行了一个IC 综合实验的这样一个学习，在实验过程当中设计了芯片，并且进行了流片返回之后测试这个验证，所以对于这样一颗小小的芯片，他们是有感情、有心血、有汗水的。What？